行，这六行哦，吼，布施上重吼，也是讲到这，是讲咱这个礼乐地位，人民人民拢爱去咱这条路嘛，哎，我跟奶奶是咱拢想着这条路，你得爱爱做干啊，我有法度去摕到这个菠萝蜜。我有办法拿到平安哦，吼，无吼，虽然讲咱今仔有渐渐这过程有进步，吼，咱以后毋是咧骂人吼，这是叫做过程，不是人过程啊。但是咱今仔日有讲出来了，安无讲出来，虽然讲有一个心路的不一样，但是咱今仔日出庭的时阵，就是咱想一段吼，我就是爱忍耐到讲，我有法度摕到这个菠萝蜜，是无？吼，好好讲来。时间的关系了，咱即马来吼，第三就是讲，关在咱见闻甲意之外吼，咱看这条路，咱看到啥的？两个面，两个人。咱看到啥？两边的片仔嘴，下海。看到啥物件？迄个杯啊。有人讲看到个囡仔嘛吼。灯台。啊，有人看到两个面，有嘛吼？现在有拍在讲安尼啦吼，咱人吼时常拢会看咱无常的咱自己。什么叫无常的咱自己？以开导来讲，啊呵，我搁有灵魂啊，有无？吼，吼，这叫做无常嘛。我上下口安尼讲好啦。迄落，咱看即卖下口安尼，身材正好，吼是无吼好。有哈，跟他妈妈讲，有哈妈妈拢是小孩，有哈讲奇怪，你哪我生嘛，吼奇怪，你是安那，吼身材安尼，像我这苏囡仔是我十八斤嘞，有哈妈妈就有哈咧讲啊，啊你听阿姨讲，我讲是报唔到呀，吼有哈，可能有哈是这拢是传生嘛，不过我一个是外国病生，我啊就是讲讲是报唔到啊，就有哈就跟妈妈讲，你唔当好安尼，我无十八斤过呢，有哈妈妈就讲。我昨叫你当做我儿，你上去聊吗？哎呀，妈，我以后就妈，以后妈妈就来跟我讲啊。以后妈妈就讲，啊，我你讲你电视十八个，又电影啊，我又电影的十八个，你唔知吗？我这么好呢，你唔知吗？所以呢，咱就讲，今仔日咱思想拢看咱这无常吼，是无？吼，啊，但是咱爱开始去学习，在眷恋觉知之外。那你还是说我去看我这个恒常的自己，但是咱今仔日不明白这个主题的对吧？咱那还是去看一点，甚至就是讲啦，咱一条路去看，这两条线，咱安尼一条安尼斜下来嘛吼，安尼斜下来，请问这等在这两边够平行？有啦吼，有两边好是平行啦吼，够两正会，你哪里歪了？两边正就算。哎呦。敢未？会哦，吼，咱看答案，到两只一算，有无？啊，这个甲阮讲啥？咱所有的代志是咱两个着，是无？咱看到是这个现象，咱敢有看到这个现象是果？头前咱敢有看到迄个因？有无？我阿生有时候不用去嫉妒别人，也不要去怨叹自己怎么样，怨叹家己安怎。伊人国语讲来啊，有时间要到，要开始紧张啊，吼，冻着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讲因缘果报来讲，咱讲因果因果，啊，有一个叫做缘嘛，伊就讲一个善缘恶缘，来果报，咱敢要听过？哦，这就是个报应，吼，咱是安尼讲，有无？报应有好有歹哦，唔是讲这报应是歹的哦，它有好有坏哦。但是因果竟然是定数，来，咱讲众生惊啥？惊果，惊惊好事，众生惊果吼。所以，咱是不是众生拢是六道轮回，这个果内底咧轮回？啊，菩萨惊啥？惊因呢？惊因嘛。所以，唔敢做这代志，所以当这个因心中有造成这个断念，这个念力在断。所以伊就是我袂使做这，我袂使做这，所以一旦因地顶原伫遐转来转去，菩萨是第九赞助哦，第十赞助叫做佛。咱今仔来遮咧做啥？我如何要修福嘛？是无？
净，然后去把伊圆满，这就是佛所做的工课。所以咱众生行过菩萨慧根，咱今仔日学佛的这个行为，就是我如何，把我今仔所做的拄到一切，我来做一个正向回应，让伊当圆满。这就是佛的功夫，来自大家。所以呢，来，咱今叫做菩萨慧。有好时阵拄到代志，有时阵足不济个，啊，咱来看菩萨的不作为。有好时阵想讲，不作啊！你啥物坐伫去搭车？我徛伫即搭车，跪伫即搭车，你个平常那如此的安详和宁静，咱两个到底差伫底？有好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你看，咱这个佛的平常那如此的安详。希望就对了，到底咱差不多，差伫囡仔去行学，感觉讲这时间囡仔在咱修行者，歹势讲行学几分钟吼，在咱修行以来上重要的一个点，叫做心。心为啥？功德。心造缘，造缘功德。囡仔去想啊，咱无法度想伊有只安详的心，伊有面相。咱无法度有迄个高位的人坐差一对，要坐这位，要有这个用面上上差别的一点，上基本的一点，还叫做啥？咱爱有善等的信心，上顶的信心哦，咱讲这个上顶的信心。来，咱今仔日对无上顶的信心到，今仔个这顶提目标。叫做我如何搞歌？对咱要搞奇怪，这个康长了嘛？我没有上等的信心到，我把这个等拿掉，变成我到如何要我能够拥有无上的信心和成就佛的果位。嗯，等他差几年，我差多济哦。我无上等的信心到，无上的信心差一堆。所以咱讲，今仔日一个心，来咱讲一下，开始看，咱今仔日。相信咱人有灵性哦，咱今仔日相信咱自己有含佛小感的佛性哦，不要小看这个动作。各位前贤刚才很多人点头，不要小看我今天点头这个动作。告人无信佛，告人无信的灵魂的存在，告人无信啥物咧？我是不挂是挂，有没有人是无神论？大陆很多，哎，那就得无神论是不是？不要小看今天刚才各位点头前贤，你们心中点下那一个头，我相信今天有灵性。我今天在修行，我有含佛修，感觉佛修，想让金刚经讲一句：此能于此生信心，已经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而种下善根。但是不能随机来哦。以无量佛所而种下根尘哦，但一定种在种在水，这叫做咱无上微细的这个修行的根基。会遐奇怪，谁那个怎啊无啥想要修？会遐奇怪，谁那个人还无啥想要修？重点就是大家，有一讲这个故事，给他讲就是经典内底讲的。咱当时有做书，在降世有主体的关系，在降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。伊总伊有收到用迄个菩萨的果位啊，所以有一天，伊用伊的心力去看附近的人，顺便看到一群修行人，阮真足认真哦，阮真足拍拼哦，啊，结果奇怪，啊，一群人煞怎害开去，怎退一去，伊就足自卑，伊就想要去躲避，伊就故意去到伊遐甲讲，哎呀，小公哦，歹势啊，请教一下，吼，恁拢修行人。啊、我想讲，我有一个问题，甲恁请教。啊，是讲哦，咱人是安怎修修修修起来，怎啊退治？啊，拢未清净，到底是安怎咧？啊，伊敢知影？咱弥勒祖师敢知影？伊知影，但是伊为着要度化伊，伊无讲。伊怎样讲？伊怎样用这种方法甲伊请教？啊，一群人就敢讲啊！你讲这个话实在，阮惭愧。其实阮即卖就是这种状况。啊！弥勒祖师知影要怎甲伊回答，我迄阵弥勒菩萨，但是伊无讲。咱人，咱拢听过啥物叫做知名度？吼，知名度爱找一个较大咖来讲，人较会信有无吼？啊，伊阵个
到的，就是咱当刚刚讲今仔日，我就是我当着来甲我讲这个道理。当时就遐讲啊，我就是讲今仔日，咱会感受到讲，哎，今仔我讲这个道理给人听，吼、哦，原来就是咱过去咱做啥个业障，咱讲因缘奉行，就是会通出出去去共诽谤，去共讲有诶无诶，然后去共骂，结果害人体质。即马因缘现前，你嘛爱体质，所以在过去世，咱当去世你走了后，你一定当无，就是那个无间地狱内底受苦啊，受苦了，然后搁去较善佳的所在去出世，然后搁修行，但是不得，但是无好，过到无好，然后搁再出世的时阵，修到善佳，而且修修的就体质，修修的就体质。都未讲一直往前走，安尼落来，安尼落来，安尼落来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迄阵大家听着了，吼，原来阮就是因为过去世业障的关系，所以阮今仔日体质无法度精进。所以今仔日他讲的就是讲，来自于无上的忏悔。因为咱那堆没有信心到，我有无上的信心，重要的是我能够知道，这就是我对过去的业障，我爱有无上的一个忏悔。然后去改变这个部分，所以咱讲今仔日无所住，重点是唔是无所住无缘？你搞咩爱生这个心？重点还是生这个心嘛？咱若无生这个心，叫做妄空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，这个心爱生出来，叫做菩提心。爱修这个菩提心出来，咱来去真心的奉献。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伊遐做一个结论歹势吼，就是讲咱结论叫做主。台南要在提升，心理要在进化，这是咱今天我们要回归到的自然的本性、自然的心性。从咱会当去体会着讲，咱的耐心，就是通自然当去用的时阵，吼，咱就是会当达到讲咱往上走的这一个层次。所以呢，医生，吼，伊那里烦，各位先生，你的拖延时间很抱歉。啊，所以如果说后续有感谢。在这会议当中，如果老公有这个所在，或者是触犯大家的所在，会请小公主台湾现在做个要求，讲各位咱有闲，安尼注意，会当甲票较还了，嘛会当甲票较提切，吼，啊，以上当然各位真闲，咱去报时时间，吼，票较来运用咱今仔日在学习会议当中的这个心得，吼，当然各位真闲注意，感谢各位先生指点讲讲。好，感谢。感谢小师慈悲前道，坤道，坤道，坤，再感谢小师慈悲。